他说哈、哦，一哈、哦、垂直这两个平面，而且通过这一点，那么一这个方是等于多少？我们看哦，一既然垂直这两个平面嘛，所以一也是垂直于呢这两一的法向量，同时垂直于呢这两个的法向量，所以我把这两个法向量啊、哦，把它呢取 y 基，那么它的方向呢就跟一平面的法向量平行，也就是说。这个哈、哦，n 一哈，第一个平面的法向量哈、哦、是一，第二个平面的法向量哈、哦、是等于三二一，好，那么这个平面的法向量哈、哦、n 啊哈，可以写成多少呢？写成是 n 一哈 cos n 啊，好，再把它取 y 基。好，这不看，这个减这个，一减二，不一。这不看，这个减这个，三减一二。再是，这不看是这个减这个，二减三，不一。好，那这个哈、哦，把现在一个这个平面，好是一，不二哈，可以一。好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平面哈、哦，我就可以写成 x 减二 y。加进等于 k 啊，然后因为这一点哈、哦、在这上面嘛，所以把它带进去，要满足这个方程式，一减二乘以负二，二加三，所以这一加四，一加四是五嘛，五加三的话是八，所以呢，答案是 s 减二 y 加进哈等于八。